还能再开播吗？我卡吗，家人？你润润美女，润阿姨都今天估计都不在。我的好，我的好，润阿姨估计今天都不在啊。哦，应该是你们有人卡，是自己的网络问题。包包没发货，咱别急啊，家人们啊，咱别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昨天喷人比较多，你放心，三到五天之内，24小时内他必发，他不发货他会被平台处罚的，知道吧？不用急啊。我都不知道干啥了，完了完了，我不知道干啥了。叫小六来直播间。糖糖，糖糖开播了没有啊？开播了可以连呀。你表妹就不霍霍别人了，不霍霍表妹了。唱歌。好，唱歌。我会唱的就那几首。来给你们唱首歌，都在干啥？来，给你们唱个欢乐的歌，好吧？来，给你们唱个欢乐的歌，好吧？浪花一朵朵，好吧？好像没唱过这首歌，《青藏高原》一般人唱不出来的，明白吗？来，给你们唱个《浪花一朵朵》啊。天气上的歌唱不了。我要你陪着我，站在那海龟水中游，慢慢的趴在沙滩上，数着浪花一朵朵。你不要害怕，你不会寂寞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，让你乐悠悠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们会慢慢长大。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，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。时光匆匆匆匆流走，也不回头，被你变成老太婆。哎呦，啦啦啦，那个时候，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。笑死我了，真的。这什么歌？你没听过吗？没听过这个歌吗，家人们？浪花一朵朵，浪花一朵朵呀。还没开始唱，我唱的，不能唱歌，唱个遭罪，我唱个遭罪，怎么的？西雅琴歌也不会。来，给你们唱个十年吧。十年应该听过吧？十年好不好，家人好不好？来，给你们唱十年吧。你们很多歌我会唱的，唱心与心愿不唱了吗？前两年，懂什么叫伤心的时候给你唱心与心愿，好不好？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却
人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失恋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失恋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好难免沦为朋友。又跳快了一点，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失恋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失恋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，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，也为别人而流。来，接下来给我飘个小心心来，你唱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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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跑了600人，700人唱跑了。我要说我不能唱歌两个。还笑死我了，一脸尴尬。好尴尬，好尴尬啊！就是全网唱歌，人家唱歌是上人，又在彭少只要唱歌，他就打别人，对吧？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捧场啊，家人们，感谢你们小心心捧场，知道吗？唱的挺好，是吗？怎么能跑那么多人呢？走了是没有音乐细胞的人，你逗死我了。没人关注吧，关注姐姐啊，都吃饭去了，吃宵夜去了吧，你太会安慰人了啊，说他吃宵夜去了，感谢日日阿姨。哎，你逗死我了，真的，你这个安慰人这个功夫不够啊。邓丽君在吃火锅是吧？那些人去洗手间去了是吧？去洗手间去吐去了是吧？啊，刚才那大几百个人去洗手间去吐去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买了吗？这也不炒，我要去炒易老板去了。那我感谢一下易老板为我挡子弹啊。没事，这人不懂得欣赏。来，管他呢，无所谓啊，家人们，人多人少无所谓啊，咱们开心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那唱啥？说，
唱那个什么《心语心愿》是吗？你们是想听《心语心愿》是吗？来，是的，扣一来。想听《心语心愿》的扣一，不想听的扣二，好不好？发生啥好玩的？发生直播事故，你知道吗？润阿姨发生了直播事故，刚刚快2000人被我唱跑了一半的人，刚快2000人，我直接一唱歌跑了一半。人多人少，气质不倒。对，好，来唱《心语心愿》啊！没事，家伙，咱们就开心就完了啊！这歌唱起来让人想哭。接着唱，接着舞。来了，我要控制我自己，不会让谁看见我哭泣，装作我不关心你，不愿想起你，怪自己没勇气。心痛得无法呼吸，找不到你留下的痕迹，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，任你消失在时间的尽头。找不到坚强的理由，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，告诉我心空在哪头，那里是否有尽头。没跑人。心痛得无法呼吸，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，眼睁睁地看着你，却无能为力，任你消失在时间的尽头。找不到坚强的理由，再也感觉不到我的温柔，告诉我心空在哪头，那里是否有尽头。就像有失去的心愿，让你知道我爱你。哎呦，天哪！谁来直播间呢？小丽来直播间呢？那就来了呗，无所谓，阿杰啊。咱们是个公共的直播间，谁来都可以，知道吗？这个歌唱的人心里酸，你知道吗？现在音符唱的蛮准，是吧？我估计要是我去办演唱会，你知道吗？一张门票都卖不出去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一个个唱完，没调人也没上人。